点心咬的还是用舔的啊？咬的，你用咬冰淇淋的，对，这个很好咬，很好咬。因为这个是软的，对，嗯，软软冰淇淋很快就融化。嗯，那你刚泡水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软。对，哎，弟弟，我帮你擦一下脸上的那个。如果这。好啊，不擦不擦。这个啦，这个擦掉，这个脸上沾到了，这样你会黏黏的哦。太冰了吗？不然弟弟你的脸怎么扭曲了？是太冰了吗？会太冰吗？好吃哦，嗯，超好吃的。超好吃的哦。